这么巧，你看他们是不是在约会啊？哎，没事。你看，谁来了？真的好巧啊，没想到你们两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也有闲情逸致来游乐园。怎么只准你们两个来约会，我们就不能来玩了？我可没这么说。那接下来什么安排？一起啊？不用了。陈宇，你看难得这么巧，而且人多不是更热闹吗？要不我们就一起玩吧。小妮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我很介意。我们走。拜拜。